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是八之一之三，打破宿命，打破宿命啊，已经有点累了啊。基本上刚才是讲同样一句话啊，因为关卡实在是啊，不是很好打。所以不好打，我就找一个稳定一点的，一定过的。哦，留一只雏鸡。嗯，听那个声音好像是无视减伤的声音啊、哦！我好像打错只哎，谢。不会啊，刚刚另外一只好像也是无视减伤，不是吗？所以结论是一样的哎。补血，实况还能够有人在那边边聊天边打字哦，应该就是不多了哈。哦，百姓算是其中一位哈。亚麻波爆掉，三十体还是崩起来的。固定扣血40%哦，照一张。那就是固定扣血，先把它干掉就好了。嗯，那我们关卡资讯好像有又要稍微 update 一下、哦，各位等我一下啊、哦。把40%的干掉，就是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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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居然只有三 combo， 好样的。哼，两个无视减伤，无视减伤就是专门打大圣的就对了。我就是减伤进来，你又不是减伤。把其中一只处理掉，两只也可以啦。我觉得两只都把它处理掉也 OK 啊。哎呀，三只都处理掉了，还有不能出气。双体共生，哦，双体共生好，我喜欢。
上哈，忘记指定了哈，那就是我们的储记时间到了哈。切转，切转。下一关是越战越强金啊，哦，所以这两只要打的话要一起扁它才能 一起死掉，哦，按一下吧，就来一个全体舒服，好不好？全体舒服。送走两波，第五关越战越强劲。100多万的血量哈，我们先不急哈，先不急。属于这个，把这个元婴的技能除起来再说。哦，好像要来个手动叠珠，所以才做了这个动作哈。废我的案子，这个的话，我思考一下，怎么闪呢？这样闪，这样就闪掉了哈。想要把妲己留在下一关用啊，哎，漂亮，漂亮，好，这个Luna。一波有没有带走呢？漂亮的没有带走，漂亮的没有带走，没有带走还漂亮啊！没有带走就再来一次啊！看到没有？我们是用什么船呢？滑鼠，看到没有？滑鼠手动六康布啊！接下来无鼠盾。主盾就是我留妲己的用意在这里哈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把，好像也没什么重复的，可是露娜还没起来，我是觉得 要等露娜起来才能，或者元婴也可以啊。哎，才刚讲完就出来了，
那天雷呢？那一定要的。天雷战场，齐天大圣，这招叫什么？金金哈。我刚看了一下嘛，好像没有注意到有没有五鼠都有哎，这样会不会有点莽撞？就直接丢了啊，就还没看到五鼠是不是都有就直接丢。只是说有时候说太莽撞是很危险的哈。水火木光暗，水火木光，哦啦啦！好，能力继承第七关，我就让他慢慢继承吧。这个我们就不便干涉了，好不好？就看他怎么继承就好了哈。轮流，西地三哦，还蛮长的。毛伤记，记得这时候不要全体攻击啊！哦，刚刚如果全体攻击，右边那只也跟着 GG 了。血量我建议还是先补满为优先哦。这个底货啊，好，那就把它弄过来。稍微小心一点就好了。OK， 现在就属于一个小小的一波带走就好，小小的一波带走啊，多小嘞？大概这么小就可以了。对，四 combo 就可以了。第八关哈，两秒转出，两秒转出哈。两秒，就是考验我的这个转出技巧就对了啊。两秒是不是？节省一点时间好不好？切切切，哦。漂亮的四 combo，
黑曜亮死 combo。哦，你死我了！再见吧，还让你两秒。接下来第十关定点的哦，这个就是燃烧的，燃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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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有没有要唱下一句啊？哎，好像目前没这个打算。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燃烧吧。有人就觉得平白镜好像白痴一样在那边盖盖脚的。好烫啊！我建议还是不要去乱碰那个燃烧的好了，还真的有点痛哦。这只是可以慢慢磨啦，但是有小爆发是可以丢一下，我是觉得啦，看个人喜好啦。小爆发可以丢一下，这个爆发够小吧？应该没有再小了。这一堆还能丢多小？对，这样是省很多时间。所以有技能的时候是不用一定要省着，都不要丢这样。可以尽量丢没关系啊。锵锵锵锵！你打几还有七回合，所以慢慢跟他玩没关系。三到五啊，这个我可以过，你们就可以过了，就这么简单了，不用解释太复杂。尾王反弹25%，哦，25%哈，完了这个就要。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绿珠的动作哈，这威力已经小到就是刚刚看到一滴哈，好强的攻击力哦，啊，他攻击力6万多，我差点被他打到脸歪掉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做的就是思考一下哈，我先补血好吧。对，先把它补满这样。来吧，那接下来就是要把它脸打歪掉，知道吗？天雷的战场，天真宫神魔共鸣，灵炼之真经，金金真火哈。再打起这个是哦，魅惑倾城哈，已经不是之前那个颠倒众生了，不一样哦。好，我们来魅一下啊，魅惑。妹妹，我杀你妹啊！不是妹，魅惑，我请，我请，请请请请啊！非常不漂亮的一个叠珠啊，无所谓啊，重点是 KO 的才是重点啊！魅惑，魅惑，杀杀杀！看我的罗克，出招吧！由于也是一波带走的现象哦，所以就不用跟他客气了哈。嘿嘿，最后被我补一刀，加70% attack bonus K。哦，好强哦！那是1000万吧？好像是，打到他脸歪掉，一支1000万，开玩笑。好，以上是这个8-1-3的关卡通关失败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好，晚安，拜拜。